各位同工，大家平安。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我们请诗琴奏乐。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让我们一起，这时候一起同心来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上帝，早晨我们来到你的圣所聚集，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你是天地万物的主，你的名是至高，配得万民尊崇与颂赞。圣洁公义的主，我们属你的百姓，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并且承认我们在意念、思想、言语、行为的过犯，恳求信实的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跟神和好，也以神为乐。感谢天父赏赐喂养供应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让亚伯拉罕所蒙的祝福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临到我们，又使我们能够借着信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真实的盼望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使我们得以进入幔子最里层的至圣所，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我们亲近你的时刻，愿你全然拥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也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挪去我们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不信怀疑悖逆的坚固营垒，让我们的灵能够引导我们的魂与身体全然领受你的真理，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恳求圣灵在大会中，我们所领受的圣经，我们发自内心真诚的赞美，庄牧师的信息真理的分享，触动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不再笑话这个世界，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的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并且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为病人来洗脚，也用爱为同工来洗脚，使彰基能够成为你所喜悦、荣神益人的基督教医院。愿我们的敬拜如同馨香的祭，
献在你的面前，蒙你所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一到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赞美。张基诗班献诗，用赞美的诗歌《天父，请听我》，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信息正道，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庄信德牧师，他也是播种国际事工台湾分会的执行长庄信德牧师来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没有死并不等于活着。我们将时间交给庄牧师。试着把我的电脑的系统，可能要请同工帮我把 OK， 我的电脑的系统，可以，好，声音在这里，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给一个。对大家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的题目，因为大家在医疗的第一线接触到生和死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常，例如我们在教会服事的牧师一样，我们也常常在面对生与死。但我们了解生与死好像不会只是心跳的问题，或者是脑部活动的问题，或表达力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甚至虽然活着，我们也会说生不如死。到底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圣经的话，是耶稣在地上服事，有一个很奇特的开场白哈。那这个开场是在谈耶稣他到旷野接受试探的一个记录。那在这个耶稣接受试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撒旦对耶稣所说一个非常特别的试探哈，有一个很清楚的前提，就是耶稣肚子饿。如果耶稣不会肚子饿，接下来的发展其实就是个闹剧。明显的，他会饿，所以这个试探才有意思。哈，我要弄你，是因为你有可能被我弄；我挖洞给你跳，是因为你有可能会跳。所以透过撒旦的行动，我们似乎间接或清楚的表达。这一位耶稣我们所相信的，他有100%的人性，除了有100%的神性之外，他饿当然可以弄他，但是到底撒旦怎么弄呢？撒旦要耶稣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啊。那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试探啊，就是你要弄一个人有很多方法可以弄他，那你叫他把石头变成饼或把石头变成食物，不同的中文圣经翻译，但是不管把石头变成什么，就是他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就是你又不是叫耶稣去抢，你也不是叫耶稣去偷，也没有叫他去骗，那到底他真的把石头变成食物又怎样 ？So what？ 那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那我觉得耶稣你也很好笑，就如果我是耶稣，我的做法跟策略大概就不会这样弄。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就说对啊，我把石头变成食物，我只要不吃，我再变回来怎么样？就是 OK 嘛，我可以证明，可以 proof， 我有这种特异功能啊。那耶稣，你干嘛就不要弄个特异功能给他看呢？他不是在刺激你说，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他就是要个证明嘛，那你就证明给他看啊，给他那个 IG 可以限动一下，或者是干嘛？就是说，哎，很厉害这样。耶稣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本质性的牵涉到。基督教怎么去认定什么是罪？如果耶稣做了，我们觉得他是罪，恐怕基督教信仰就成了一种行为跟道德主义的东西，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这样。但你说耶稣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做了，如果是他去抢别人手中所有的东西，你去抢人家的，那你是罪，那个还是没有问题的，100%。但是石头是谁的呢？石头是旷野，没有人的嘛。那你把它变成是食物又怎样呢？罪其实远远不会是耶稣做了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撒旦的话实在太有魅力或太厉害，这个话术是很高的，后黑学之父。还记得创世纪第三章撒旦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而他的话说着说着好像都跟吃有关，对吧？他也叫那个亚当夏娃先生小姐去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啊，吃的结果呢，就人类就好像会经历到一种东西叫死亡。
所以好像人一直没有办法面对吃东西的这件事情，这个试探。那到底吃东西这件事情要讲，要指向什么呢？真的是某些东西不能吃，某些石头不能变成食物吗？事实上，基督教在谈的罪，我们的信仰在谈的，不是你有没有去做礼拜，有没有奉献，甚至我们今天有人要受洗啊。那真的关键是不是在那个受洗这件事情呢？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旁边的时候，有两个仁兄，一个不鸟他，一个相信他，对吧？那个相信他的有受洗吗？好像没有，对不对？但我们说这个特殊性，我们现在在一般性，所以还是要受洗。但是陈牧师跟陈牧师就说，今天庄牧师来拆台了嘛，你要受洗，叫人家不要受洗，好，不是。而是当我们在想，到底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要向我们表明什么叫活着。原来罪对基督教信仰来说，它是一种关系的失落，它不是某一种行为的做与不做的问题。撒旦对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说话，他说：“如果你若是神的儿子。”当然，另外一个翻译会更直接一点，就是“你既然是”，你若是就有可能是，可能不是嘛？你既然是，就是对你就是，你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 do something， 你可以做某一些事情，让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他不能明白有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用证明的，在耶稣的身份上也不用证明，因为作为上帝以及所谓上帝的儿子，他拥有绝对不能失去的，就是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拥有是不需要透过学历，不需要透过经历资历，不需要透过任何一个外显的，好让人看见说，哦，你北拜哦，你真的很优秀，你很卓越，你不用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你自己。可是这个是实在太难的，人活着不正是要透过一系列的证明，能够有好的学校，穿上一个我们很希望穿上的，当然女生比较有机会，台中跟台北都是有绿色的制服这样。高中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每个人好像希望透过拥有一些东西，而这些拥有是可能会失去的。撒旦就对耶稣做了一个挑战，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一个前提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撒旦希望耶稣做一件事情，是把石头变成食物。不管你把多少的石头变成食物，基本上我们所拥有的食物是不可能永远拥有的。而他要耶稣做一件事情，是你可能在时间与空间的脉络当中，你可以向我们证明，但你所做的这些努力会反向显明了你其实没有永远拥有一些不能失去的。这好像是一个哲学的论辩，出现在耶稣出来服事的第一件事情，坦白说也成为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检视祷告的内容，发现我们常常跟上帝期待或要一些他应该会失去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东西。但这不等于我们不能要一些在时间和空间里面会失去的东西。就像耶稣医治人，被耶稣医治的每一个人最后都死掉，他这样的行动基本上就永远来说感觉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你干嘛去医一个还会死掉的人？每一个被耶稣医治的，不管是长短脚的，不管是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最后还是死掉。甚至是耶稣的职业很有趣，他的职业是木匠，我要是耶稣的爸爸，我会给他选择在地上出生的时候好歹也生在铁匠的家，那铁匠手所做的东西到今天还可以留着。耶稣所做的木头的椅子跟桌子，哪一个你会看到 made in Jesus, Jesus handmade? 没有，早就不知道烂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会在时间里头消逝，他似乎选择的角色、身份、工作、内容都会在时间里头消逝。撒旦挑战他的正是到底
你有什么能耐？你是谁？你能够向我证明这个永远的救赎是可以经过时间空间的考验吗？当你从张基退休，不再有一张名片证明你的角色跟身份的时候，别人对我们鞠躬的角度不会像是鼎王麻辣锅一样90度给你。那个时候你是谁呢？罪的本质永远在诱惑人去努力得到在时间和空间当中会失去的东西。而当我们决定进到这个经文的深处，体会耶稣的回应的时候，耶稣的回应非常特别。耶稣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那这个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没有人会说圣经不重要，但没有多少人会认真读圣经。好，就是读到不会怕呀，时间不用到要死 ，Netflix 看不掉，还看圣经。那有那么多推陈出新的新作品，圣经你有看不看哈？嘛是从世纪到开始了，没造诣，你知道？嘛是66卷的呀。所以圣经这种东西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参考用的。圣经很重要嘛，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你真的不会说它不重要，但是你真的我这样讲你们不要生气，我们宁可练圣歌队也不想要读圣经的。就是说唱歌其实是 harmony soprano alto tenor bass 很好听的，那个唱起来就觉得哇，真的很美，上帝给人的声音可以赞美他。但是你知道读圣经这件事情超 boring 的，就是这样嘛，就是文字，然后就是读它。我现在的工作，我的服事呢，是在推动一件事情叫做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常常面对很多很有趣的，你说它是疑难杂症，事实上它是基督徒生活的日常，就是没什么兴趣读它，就是没什么兴趣读它。可是为什么耶稣在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天哪，他竟然把他几千年前啊，对华人的传统来说，你去把《西游记》啊，去把这个《三国志》拿出来讲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在谈的是2021年，到底比特币还能够买吗？还能够追吗？还是应该要追随特斯拉老大的脚步去买狗狗币呢？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当代的议题，连元宇宙都跑出来了 ，Meta 的 Facebook 都改名了，我还在跟你讲圣经，你打个派。但耶稣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能够胜过试探，竟然是经上记着说。这除了是马太福音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表达形式，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经上记着说。但他很明确的指向一个现场。一个你在面对眼前的现场，你需要援引跨时空的另外一个现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活着。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于活着的想法，活着这件事情，如果按照经文这段话的表象叙事，很多人会觉得根本就是一段很奇怪的废话。为什么？也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一切的话。这句话很像是我们常说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金钱万万不能，对吗？讲了老半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是要靠食物啊。不然你不要吃东西，我看你能动多久，你能够撑多久。耶稣，你到后面禁食40天之后，你有没有吃？你还是吃啊。我们就开玩笑笑撒旦说你有点笨了，你叫耶稣把石头变成饼实在太没有 common sense。 耶稣这个时候40天没有吃东西，你要将它变流质的食物，他才会犯罪啊。因为40天没有吃东西，你胃忽然间吃面包胃受不了，你要喝流质的食物，对吧？所以你要给耶稣吃的，你要耶稣吃的，耶稣其实是无法吃，所以那个不算试探。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我们理解这段经文，把它逻辑类比成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我们事实上是在做一件相对化的概念。就是我们在谈，对，好像基督徒还是得吃东西啊，
不管你早餐吃摩斯、吃麦当劳、吃美而美，你还是得吃东西啊。但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来一切的话，好像一个是上联，一个是下联，他们得互相共同存在。那基督教信仰也没什么更超越的，不是吗？但耶稣在这个地方谈的并不是一种 either or 的选择，也远远超过 both and 的思考。耶稣在谈的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够了解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活着？撒旦活得够久了，其实从创世纪之前作为一个堕落的天使，一直活到马太福音跟耶稣在那里对话。他们不需要讨论到底我一进来买比特币的时候是对一块比特币对美金是一块美金对比特币是多少的比例，然后到如今又是多少。那个活着在讨论的也远远比品质还要更深，它是什么？耶稣用经上记着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记载这段经文，耶稣三句回答撒旦的话，全部都来自于旧约生命记的内容。那是一段遥远的文字，是那一群人曾经与上帝之间生活共同的记忆所留下来的。耶稣没有觉得这一切都过去了，这一切都历历在目，甚至更准确的来说是正在发生。你说什么意思？事情应该已经过去了，这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圣经的误解。但是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 living God， 台语说活活的上帝，他不是一种宗教的修辞，说他是活活的上帝。 no， 我们在谈活，活就是不是死，而对上帝来说死是什么，活是什么。那位 living God 永远活着的上帝，在他的眼中人可以永远的活着。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思考方式，也是基督教的真理。耶稣在最后七天进耶路撒冷活着的，应该上受难周的 那一段时间，非常多的人来给耶稣进行口试，其中有一组人是撒都该人。这群人呢不太相信什么死里复活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但他们就考耶稣一个题目，就是有七个兄弟，他们哆瑞咪发嗦拉西都死掉了，然后他们娶了同一个老婆，上天堂之后请问老婆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谁的。耶稣的回答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天堂没有嫁娶，你想多了对不对？天堂没有嫁娶，你不能把地上的东西逻辑类比到天上。第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耶稣怕撒都该人听不清楚，于是第三句话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要准确的表达说，这一位上帝在他的眼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活的，不仅没有脑死，也没有骨头那呼的拢无而已，仍然活着。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没有的，死就死，活就活，死了就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了。但耶稣却说，对永远的上帝来说，因为他永远活着，所以每一个在时间里面看起来已经过去的，但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永远活着。耶稣邀请我们进到上帝的眼中，活在上帝的眼中，以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活着一个最真实的，它不只是养分，而是最真实的经历。我活在一群与我一起活在上帝面前的人，而我怎么知道我活着？当我和他们一起共同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的时候，我知道原来这叫做 eternal， 永恒、永远。原来这是活着。天哪，原来基督教在讲的不是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是死掉之后灵魂要去的地方而已。原来那个活着是 the daily， 那其实 the daily。我好像可以看到透过圣经所描述的这些人，他们生命的喜怒哀乐不是遥远他者的故事，它是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活着，他们所经历的眼泪，所经历家庭的痛苦，所经历职场的霸凌，一如我今天在2021年我在面对所有投资行为的风险一样。原来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如此的活着，而他们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的失败又如何经历神的怜悯，他让我知道我也可以
这样活着。生与死，它不会只是一个最终被动面对的无奈。生与死，不会只是很多人永远想要逃避后者，努力想要活在前者，却终究得松手的结果。生与死，在耶稣的这一段记录里，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人活着是需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活着。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只是靠着传福音，不只是靠着开会，不只是靠着献诗，不只是靠着奉献，不只是靠着服事。我必须要知道，我活着是看着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活在他的话语里面，不是这些所有外在的这一切。别人今天叫我一个什么样当哎重哎，别人给我一个 title 一个称谓，然后我活的就 keep 了。这一种活着终究会过去。只有我相信上帝的话语，我看见这些在神话语里面被留下记录的人，他们如何在上帝的眼前活着，我们渐渐明白，原来我们在追求的不是劳健保不要倒闭所带来的安全感，原来我们在追求的不是台海终究可以避免一战，原来我们真正要活着对于活的体会是神的话语让我终于醒悟，我可以不用再这样为着别人的定义或者是很无奈的行尸走肉，不只是在等着退休，是我现在的每一天都可以因着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而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你的说话使这个世界有了它被看见的样貌，上帝，你的说话使我们每一个恐惧死亡的生命有真实的盼望。在今天我们看见你差派爱子耶稣来到世上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就是相不相信圣经是你的话。天父，你真的知道我们常常面对这件事情心中是为难的，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却未必有足够的时间聆听你的说话。我们常常跟你说很多话，用祷告，但我们却不常停下脚步听你的说话。我们恳求你透过耶稣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在奔波忙碌的信仰生活里，我有没有陷入了这样的试探，我是不是在非常多的忙碌当中错过了你的声音，不再想聆听你的说话呢？我们为耶稣向我们在今天所陈明的真理献上感恩，愿你使我们真明白你所说话的现场是对2021年、2022年我人生每一个此在一个真实的同在。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众人在今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神透过周牧师信息提醒我们看重神的话。那今天早上我们还特别安排一个圣礼点，就是洗礼。接下来我们时间我们邀请彰基教会小会议长陈清花牧师来主持。专机的宣扬，无论是环境如何，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尽心尽力撒种，如同我们信仰的先辈、先教师们不计任何代价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如今我们专机不仅是长大茁壮，也坚守上帝国的宣扬。今天我们又有一位
信仰的果实，也就是我们的姐妹夜晚七姐妹愿意成为 天国的儿女，接受洗礼。对不起，那洗礼的意义，第一就是受洗是公开承认我是需要救恩的罪人。第二，受洗同时也是公开来宣认我相信在基督里我有胜过罪恶的力量，同时有永生的盼望。第三，受洗也是公开表达我愿意开始靠着从神而来的力量过被上帝的道来管理的生活。今天洗礼的同工是采购中心的叶婉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叶婉琪姐妹还有我们的小会的长老院长陈院长。这时候我来做宣布，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如同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天我也要如此对叶婉琪说：你必须深信，你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要成为你的罪得赦免的记号跟印记，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结连在一起。如今你要受洗，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跟众人的面前来回答我所要问的问题，来告白你的信仰。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叶婉琪，我用水给你施洗，是你归以父子圣神上帝的名，阿们。这时候我来宣告，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张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奉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女儿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她，恳求圣灵降临在她的身上，
坚固他，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使他竭力以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的里面。遭到试探的时候，你要保守他，使他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的软弱，保守他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一生一世来服侍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来赠送这个好，我们请我们院长是陈衍以及在座的牧师来接纳。恭喜神与你同在。我们院长是陈衍，我们先团。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把洗礼证书就给你们，时间的关系。好，请回座。这个时候院长留下。院牧部有赠送花。这个药，这个是先生的。接下来我们